旅匆匆，人们总是在都市的喧嚣与繁忙中迷失，但这不该是生活的全部。再忙也要有一个安放心灵的空间，闲暇处才是生活。在湖口县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成都茶楼。这里清幽寂静，雅致宁谧，绿影交加。成都茶楼不仅仅是一个品茗之地，它是一家集休闲品茗、娱乐 K 歌、商务会谈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会所。在品茗区，您可以享受纯正的茶香，每一片茶叶都经过精心挑选，只为奉上最地道的茶韵。优雅的茶室环境让您在这里放松身心，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度过美好时光。 KTV 区配备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和豪华的装饰，宽敞的包厢无论是生日派对还是朋友聚会，都能尽情展现您的歌喉。棋牌区则为您提供一个与好友对弈的理想场所，宽敞明亮的棋牌室，环境舒适，让你尽享对弈乐趣。我们的商务会议区配备了现代化的设备和高效的服务，是您进行商务洽谈、团队会议的理想选择。成都茶楼，无论是您工作还是休闲，它都能满足您的需求。舒适的环境，温馨的灯光，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品质。这里有老友的重逢，也有新朋的相识，是您休闲娱乐的绝佳选择。